今天我朋友的烘焙学校开业了，他邀请我们去看看，我们走。下雨了，我们没有带伞，快点快点。我也是第一次来。哎，好，不对，这是海底捞，我再找找。我在三楼的，但是我在这个海底捞的，我不知道我，哦，往前面走是吧？哦，我看到那个大通冰室了，好好好，马上，嗯，好，在这里的，你看，你是不是在那个抖音上有发那个？哇，真被你发现了，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遇到我的粉丝。我们要拍个照，对对对对，那个我就是那个说他那个夏天家那个标准的同事，而且刚好昨天还是前天我就刚好看到了，对对对，我还在回复你。对，好像有人这样，你要不过去这里一点，行不行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他们家用到的这个厨师机，这是国外的很好的一个牌子，然后非常好用，然后还有打蛋器也是非常好的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桌面是用的大理石的，因为他们后期会做一些巧克力的配件呀，这些在上面的话调温是非常好用的，而且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揉搓面团呀什么的，就超级好。就哎，这个就适合我，我们那个就太高了。好久没有吃法甜了，然后我们来尝一个。嗯，好吃的。底层是一层达克瓦兹，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翻糖蛋糕，它是三层的，就特别像结婚的时候可以，像我们有钱的人可以定制哟。我们的那个翻糖蛋糕就是我们这位嘉欣老师做的，是吧？很漂亮，赶了两天。这个是我们的高中同学，因为我真的好久没见了，因为他最近就是在忙这个店面了嘛，然后我又在录制我们的这些视频，所以说就很久没有见面了。我一条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他的功名成就。来一个小 case， 小 case， 那个奖牌都歪了。对对对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当时我还在外面学习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拿了很多奖项了。当时我开店呀，不管是什么，我们都有交流很多，是吧？就微信上每天晚上就聊，就是到底就走什么方向。然后，所以说这个是我一直很羡慕他的一块奖牌。来嘛，加入我们，好的，一起去比赛。哎，可以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我们的主办方今天都来了。都来了吗？评委。真的可以，下次我们可以一起跟他合作一下。这边就是我们的面包班，啊，我们一些设备都在这个里面的，啊，老师在上面讲，老师做一次，学生做一次，我们老师一对一点对点的教学。慧婷，我们就先走啦。好的，好的，哎、先忙。对对对，祝你生意兴隆啊！好好好，好，我们那我就送你出去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哎、好。好，我朋友他们这边的活动就已经结束了，他就正在忙着收拾。好，那我就祝他们一定要生意兴隆哟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明天见。